下次投胎唔好投住媽嘅身子，投做人啦你。 系咪而家第一次见呢个世界呢？我领养呢一度最丑样嗰一只。你谂住俾啲咩生活佢咧？咁优质嘅生活。咁你期望你只猫可以喺你屋企，即系做一只点样嘅猫咧？佢会好似野马咁，做一只自由嘅猫。